啱啱过50岁生日嘅杨千嬅，不时会有被网民影到嘅山图流出，佢嘅样貌亦往往会成为大家讨论嘅话题。日前有网民喺社交网分享咗佢喺香港中环偶遇杨千嬅嘅合照，透露当日杨千嬅喺饭店嘅包间贵宾房食饭，上咗嘅杨千嬅戴上太阳眼镜，仍然可以见到佢嘅气色好好，状态绝佳。虽然佢已经系半百之龄，但就睇唔到佢同身边粉丝嘅年龄差，真系唔输俾少女。估计两人实际年龄差至少有20年。